小伙子，等人呢。地道的很。来一个。不能再吃了，得给我媳妇儿留着。每天早点，她就喜欢这一口，一辈子没变过样。每天早上7点啊，我把它买上。8点钟，我溜达到这儿。他下了夜班，8点半一准到站。哼，你是没看见他那个吃相啊？那吃起包子来啊，就感觉好几天都没吃过饭似的。有一回啊，人家吃上了，我呢得接着坐车去上班啊。你猜怎么着？车门关上，透过玻璃，我看见他把自己给掖上，他用手好指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水杯在我手上。可是我要喂不到他嘴边啊！哎呦，这可是干着急呀！可你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眼门前老硬着的。不是他年轻那会儿啊涂脂抹粉的样，偏偏啊就是他那个吃相。哎呀，我现在觉得最美的事儿啊，就是看着他吃包子。就为这，我天天给他送饭，这一送，送了18年，一天没有迟到过。一次也没让他等过。赶紧出来吧！我说啊，你有一天不迟到的吗？晚一分钟罚款10块，给钱放人。钱没有，您赶紧撕票吧。再不出来，我走了啊！给你20秒，马上跑过来认罪，不然姐立刻消失。那您赶紧消失，慢走，不送。你。我们约好每天在车站见面，然后各自上班。可是我每次都迟到，让他等我，这是我头一次等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么早。傻小子，办这事儿当然不能迟到了。好看吗？这
顶格应该是带中指上的吧？哎，对了，你这事是认真的吗？看好了，白纸黑字。今天买花吗？当然要买啦，他要不买花，大姐姐就不跟他好了。来，拿着，不用找了啊，大哥哥今天又没带钱包。谢谢大哥哥大姐姐。他呀，一直想有个孩子。我总逗他说，家里边就你一个大孩子，就够我忙的了。也是当初啊，我们工作太忙，我也怕他受累。其实当初啊，我真该答应他的要求。现在说什么，后悔都晚了。他五年前人就不在了。那你这是？他得了胃癌，到后来连东西也不能吃了。他一直念叨着，就想吃我每天给他买的包子。临走前跟我说：“我让你好好的，好好的活着，因为你要是不好了，就没有人给我送热包子吃了。”我说成，我给你送一辈子。每天看着这孩子，真让人揪心。所以你才心血来潮的要捐角膜。虽然不知道能继承我这双美丽大眼睛的幸运儿是谁，但我还是把第一项受捐人写了这孩子的名字。还美丽的大眼睛，您捐那会儿都七老八十了，眼睛能不能看得见都成问题。讨厌！这样我死了，你还能看见我，我也还能看见你，看你每天都干些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给。干嘛？还想拉个垫背的？哎，我家里就我爸妈，这还必须得三个直系亲属签字。这好办呀，你把我娶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给您签一个。哎，你说我舅舅算不算一个呀？你是不是就没打算娶我？大早上找茬是吧？看把你给吓的，我跟你逗着玩呢，赶紧滚吧，一会儿又该迟到了。走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听你说着说着，控制不住就哭了。小子，我知道，你并不是为我的故事在哭。什么意思？
有些事情啊，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，可并不代表那是你的错。你是谁啊？你耍我呢吧？什么十八年送饭，什么妻子癌症去世，电影看多了吧？你对我妻子放尊重点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虽然我每天给他送饭的地方并不在这儿，可是我今天来这儿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你有病吧？就算是真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给你看看人。我用不着。看见我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还能看见我，我也还能看见你。小子，还记得那天早上发生的事儿吗？那小童呢？他在哪儿啊？他不会有事的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答应过他，我答应过他，今天我们要去领证的，我要跟他结婚，我现在就去找他去。小童，哎呀，小伙子，你醒过来吧。小童已经去世一年了，我不信。孩子，你小童去世一年多了，你别拦着我，我不信。孩子，从那天起，你的记忆被你暂停了。你家人把你领到我诊所的时候，我看着你，我就像看见五年前我自己痛失亲人一样。你当时手里紧紧地拿着户口本，幸福地笑着，你就像在做美梦一样。
唤起你的记忆，可是我都失败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你带到这儿，我让你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记忆。不信，我不信。不会忍心看着你这么折磨自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童，小童。我帮您开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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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